李都会在场边卖力应援，球员打出全垒打，他也跟着嗨。李都会来台后，粉丝暴涨 ，IG 追踪人数来到108万，不管是人气或舞蹈实力都备受肯定。台啤云豹啦啦队电报女找她当啦啦队员的甄选评审。제가인생살면서심사위원을해볼수있을까라는생각이있었는데한번쯤은꼭해보고싶었거든요근데이걸이렇게대만에서하게될지도몰랐고뭔가처음이니까더잘하고싶은욕심이있어요第一次当评审，李多惠很兴奋。镜头前，她透露复赛当评审时会注意哪一些特点？우선일단저는열정이되게중요할것같아요동작을얼마나크게쓸수있는가뭐춤을잘추고못추나를떠나서동작을얼마나크게쓸수있는가그리고좀밝은에너지를많이볼것같아요乐天女孩近年爆红，当直男或直棒啦啦队员，成为不少女孩向往的职业。入行想跳的久，秘诀是什么？체력관리를많이해야그래야오래치어리더를할수있을것같고일단은지치지않는게첫번째인것같아요그냥계속밝은에너지를팬분들께드려야팬분들도그걸보고힘을얻으시니까그에너지를줄수있는거그거에제가안지치는거그게가장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李多惠说，啦啦队员最重要的就是体力要好。棒球赛动辄2.5小时。到3个小时，选手攻下大局时，一次跳30分钟也是家常便饭。啦啦队员除了体力，正能量也很重要。不管球队分数是领先还落后，都得陪伴球迷一起应援。TVBS 新闻黄国军、许佑翔 SNG 小组桃园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